他会紧张，他老说他发挥不好。现在是决赛，朋友，平凡凡，现在是决赛。哇！确实确实太……不愿意听我说话可以静音，或者不想看就干脆不要看了。可以去杨树作品评论区里面找我，他评论区里面那个许思就是我。好球！许思，杨树一米八一。刚回来都喝了一大杯了。白短的吗？直接你，声音贼大，耳机插了，不好意思。我是杨树女朋友。杨树队友是王浩辰和陈立新。没对象，但是我还是要说一下，就这个管和这个台子，硕哥不太习惯。漂亮，这球真的好球。啊，他不停。哎呦，自信测。漂亮。专业队吗？都是专业运动。哇，他给那么高，人家对都要靠偏，杨叔可能也偏的少一点。啊，好球。杨树他没有退役啊，他现在是辽宁省队现役运动员，他们只是退国家队了。哪是反手抽，我想还抽。漂亮，这是决赛。小不好打，漂亮，好球，不搞，分队伍，每个省不一样。好球，谢谢不装饰的如意。第二局拿下，第二局给一点给两个选手助助兴。帮我平复一下心情，我太紧张了。对，感谢大家点赞啊！不要钱的赞赞点赞。哇，漂亮！跟我一样紧张是吗？谢谢整场什么的啊，不好意思刷过去。谢谢你的，你真好看。漂亮！对，决胜局，决胜局。斯里卡球拍特别滑。漂亮，说个加油，说个加油。哦，可惜了，看大家点。他有在闲鱼卖，你可以去找他买。他每次比赛都换，还那个胶子还挺贵的，胶皮。漂亮，决胜球。漂亮！好漂亮！